星星，星星。你在哪儿？韩总，好久不见。楚后宇，没想到吧？我又从地狱里爬出来了。季欣在哪儿？想他了。好，我让你听听他的声音。是个亡命徒了，500万美金，你一个人来，到新港高铁上厂房楼顶上，你要是敢报警的话，我保证他以后永远说不出话来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韩婷吧，我的目标原本是他。谁让你在他家里呢？我这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，都是他害的。10年，注射药械开了10年，我全部的心血被他毁得连渣都不剩。公司1000多员工。一夜之间没有了生机，我招他了吗？他用这种手段对我，我现在没有退路了。他不让我活，那咱们就一块玩完。实话告诉你。我不要钱，我也不要和解，我要他死。老板，什么事儿？季欣被朱厚宇绑架了，在新港钢铁牢厂房，报警。老板，你在哪儿？你们冲吧，今天走我们的。老板，你听见吗？喂，喂。韩总，挺有种啊！站住！韩总，500万美金呢？你该不会不舍得吧？钱我会给你，先把他放了。你少来这套！把钱给我，否则把他推进去！等等。
钱在车里，拿了钱，你不也需要车吗？你耍我？这里有500美金吗？是你耍我。一晚上上哪准备500万？那包里的东西值200万美金。这卡里面是剩下的钱，放了他。没想到不可一世的韩子还是个痴情种。行，你坑我在先，我拿你这点钱算便宜你了。我保证拿了你的钱不再找你麻烦，你也要保证不再追究。我要钱你要人，咱们两清。好。Thank you.